大家好，这里澄清，有小可爱让我试试食玩史莱姆，就是传说中能吃的那种。可我到网上搜了一下，直觉告诉我应该不好吃，还贵。那给你们来个好吃的吧，主角就是这个藕粉，正好还作业，碗已经高温烫过了，就是有点小，只能倒一半藕粉，然后上刚烧好的热水，给它冲个澡。坊间传闻要先加一点点冷水，再上热水冲开。但是以我多次失败的经验，我觉得直接热水就行。看吧，成型了。哎，怎么不是透明的？可能藕粉多，水太少了。就是碗太小了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本来想摆的做作点，可碗底实在是太烫了。像史莱姆吗？啊，给你们尝一口。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来。就是藕粉味儿，甜了点儿。这个桂花藕粉，我从头到尾就发现一朵桂花。不扯了，再试一次，剩下的三分之一包藕粉，加滚烫的水，居然又成功了。我想录个反面教材，怎么这么难？不逗你们了，这个状态还是比较正常的，也可以再稠一点，像假水不？这回口感也更好，还没那么甜。再总结一下，冲藕粉的关键点就是：一、比例要对；二、水温要够；三、没了。我实在是吃不下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拜拜。